松露被誉为泥土下的钻石。今天我们来到松露之王 Bambana 开设在香港中环米芝林三星的餐厅。松露每年的产期只有珍贵的三个月，传闻松露拥有迷人的雄性荷尔蒙芬芳，而且每一颗松露的味道都有微妙的区别，因此高级的意大利餐厅都会在同一道菜刨入好几颗不同的松露片，这样你就可以闻到和好几个高富帅同时恋爱的感觉。 What? 你可能会问，食材贵就可以评为米芝林三星了吗？等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的服务。明白了吗？细节决定一切，这里的面包冷了的话马上会换一盘刚出炉热腾腾香喷喷的面包，直到你喊停，要不然会一直提供新鲜的面包。话说上海Bambana分店松露套餐6000人民币一位，但香港这家星级更高，Bambana本尊坐镇，价格居然便宜那么多，作为香港居民是不是好幸福呢？